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汽车偶购频道。那今天预测是2020年2月19日星期三的精彩539预测号码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转到纸张页面上哦。好，那我们看到今天开的第42期礼拜二2月18号的，它开01、05、06、09以及31。31是我们预估有预测到的，啊，我们说它是一个阶梯式的方式，还真的预测到31，在想会不会是进阶的32也会跟着出来，这有可能哦，因为有时候我们做这种曲线图啊，也是有它一个道理存在，因为很多人预估都是用一些板路，那我们就是用这种，可以这种曲线图也可以去抓一些。它的那个排路啊，这也是一种方式。因为有些时候板路那个是用电脑的话，它不一定是这样的做这样的方式计算。可是我们可以多重去两者都一起做互补，所以还不错。你看31，我们就预估下一期有可能32。这并不是说没有，因为有时候你没有做这曲线图，你就看不出来。所以它这也是有它的优势存在。所以32我们是预估这一次应该会32会跟得出来，32，所以我们把32先放进去啊，32，那32是可以供大家参考一下。那如果说觉得还不错，我们就可以拿这支来做个参考。那36也有机会，因为36有没有隔一期开36，会不会下一期要开36？这有可能啊，你看。36隔一期36 35也有可能，你看35连期，那可是35要断掉，那我们再预估36搞不好有机会，36也是有，这个时候也是可以留意一下它的趋势。那我们 那时候要判35 33，就31真的有开了，那这时候会不会32，这有时候也是要看一下，有时候都不一定讲，你看有时候这边的板它是看36隔一期又36，所以有时候这东西也有它的一个趋势，可能36隔一期35，看一下没有36隔一期35，像这就这一期36隔一期35，会被隔一期它34带出来，这也是有呢，34会不会有？34有机会吗？这个我就36比较有机会，36。那我们现在看一下，好，那我们看36期05下两期开04，那05下两期会不会04也是有机会，04会不会紧接着，你看05下隔两期04，05隔两期04也是有可能，04机会，08 06隔一期会不会04？04会不会提早开04？有时候我们预估哦，他预估下一期就要提早跟你开耶，有可能。像我们这有估啊，08隔一期09，09隔一期会不会10？10跟你开在这边。有时候我们这种估法，他会跟你提早开，终于是有机会啊。有这个东西我们也不敢讲，因为有时候他是这样的做法。你看01，看一下我们怎么抓，看一下05，有时候我看像这个星期二的那个星期二的二尾牌就没有出来，就失效了。啊，这个星期三，你看连续几次失效了，我们看一下那个。这边哈，你看星期二，这星期二就没有出来了。你看，好，我们就把它做记号，星期牌全都失效，连续三次失效。你看，连续三次，可是它失效率不会这么高啊。你看两次，你看已经第三次失效，所以03我很肯定，应该有可能机会三尾会出来了，三尾不是03。13、23、33，其中一支啊，
这我肯定在抓，三我一定应该会出来。你看连续有星期牌，星期三已经几次了，一次、两次、三次，三次没出来了，所以这应该会有机会。那个星期牌拜三的三尾的牌，如果说搭三尾牌，我可能就是应该零三尾也会一起抓，因为有时候这种零五该讲的隔两期零四，零五隔两期零四也是有，所以零三零四不要放过三尾。如果说我会这样子，三尾都把它放纳入进去，因为三尾蛮高的。有时候你看，像这三一，我们原本说阶梯式会被三二，搞不好跟你开了三三，这有可能啊。所以我三尾牌我就会把它就纳入进去，所以这个有时候就会这样看下去。还是这里三一三，会不会有紧接一三又出来？你看一三会不会带出来？一七一三。反正又没有一期了，所以有时候也有它可能性啊。那我这个零三我就会把它放进去，零三我就不要放掉，因为三尾的牌会有机会，三尾牌，所以我零三我一定会把它放进去，零三跟零四，零三跟零四牌我会很肯定放进去。好，再来我们有讲那个零七。零七也是有可能，可是零七比较没有这么深入，因为有时候零七，那时候怎么看零七的牌？一二三啊，这里一三隔三期零七，然后哪里号？哪里带出？带出零七，一三隔三期。在哪边？看有看，一三隔三七，在哪里？一三隔三七，哦，这里一二三隔三零七，一三零七的牌，你看一三跟零七很相近，看一三隔一期零七，一三隔一期零七。一三这边就没有，一有七尾哦，一三隔一期零一七哦，一三，你看隔期就开二七，一三这期就没有，有时候有，不过隔一期它就开三七一三了，你看一三隔一期二七。一三，看一下七尾一三就没有带出七，哦，这期也没有，这期应该就失效了。所以一三，我那时候怎么想的？那个零七的效果啊，这里啊零五啊，看这边，你看零四零五隔一期没有，紧接着没有零六啊，这边隔一期零六。会不会零七又接着出来？零七，你看有没有可能？这也是有机会啊！你看零七、零四、零五，阶梯式这样过来，零七也是有机会啊。这没有说没有机会。阿哥，我们原本今天有提啊，零九、一零、一一，原本跟他说哦，有可能这三期应该渐渐应该会出来，所以零九出来哦，零九、一零、一一紧接着都会出来。这也是有可能，所以101那时候我在想，会不会08开隔一起 09,09 隔一陪 10, 会不会直接他提早开，有时候会提早，有时候我们估的时候他就故意跟你提早开，所以101也是要注意啊。0710这都可能。0710,32, 不过三尾我是觉得蛮重要的。36啊。36也是要留意一下。那我这初级的话，我会估三尾的牌蛮重要的。三尾很，你看有时候他会不会跟你错开三三，
因为星期八我肯定应该有三尾应该会出来了，三尾星期三三尾，啊零三零四，那这个零七也是有可能，因为有时候零五搁一起零六，零六跟你提早开，会不会零七就跟你开出来了？有时候会不会零一跟着带出来？零一、零五、零二、零五隔一期，零一、零四隔两期，零一、零四隔一期就零一就出来了。零四、零一这没有，你说零七也是有诶，零七这机会不没有看零七。一二三零七，一二三零七，也是有机会再排入完啊。这个在前面这边有讲啊。那一三一二三零七，这也是啊。不过有时候这个零四开零七。我会零四跟零七两个会可能就是出一只啊，零四零七这两只可能就会出一只，因为零四开零七应该就机会就不太大，有时候他这样子，两者是互相那个联动的方式，就是这样，那三三三六也是有机会啊，三六看隔起三六会不会又隔一起三六，也是有啊。看一下哪里啊？这里啊，三三隔两期，三三，三三隔两期，三三，会不会三三有可能又出来？也是有啊，三三啊，零三零四，三二三三啊，三三也是有啊，不会说没有啊，三三三三也是有诶、欸，咦，三二三三，三三。三三我也会纳入三三，三三牌我应该会纳入三三，不会说没有，三三也是有机会。三三还是这边三字往这边移动了，零九你看零九一零一，我想这边其中又应该会拖出来一只，一零。上一期我是估一零，可会不会延伸这一次开一零？一零会不会一二三隔三期开一零？还是用什么去拖一零零尾的牌？啊，三一去拖零尾的牌会不会？三一拖零尾的牌，三一其实三一跟二三也有它的关系，看一下。二九二三哦，没有，二九隔一起二三，二九隔一起二三，二九隔一起，他这就没有，会不会跑到这边？二三也是有啊，二三也是有，不是说没有，不是说我们边没有写就没有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八月份的这个排路哦，你看零一三一，下一期三二。零尾牌是有二，它是出二零的，你看三二跟二零，好，我看一下，你看零一三一，我们有看到就是估二三也是有三尾二三跟三六，这有时候也是这样子啊，二三三还是三一会继续往下拉，这有可能啊，三一往下拉，二三三六。这是九月份，哦，啊，今年一月份零一跟三一，哦，下一期你看三二二三，你看三二三也是有，不是说没有，你看零一跟三二三还是有可能会降下去的，你看零一三那个零一跟三一二三三二，你看，所以三二也有啊，还有哪里？哪里啊？好，你看零一三一同样板路啊，所以我来推测二三跟三二也是有、哦，
还有可能会不会三一，三一连续。好，我们看到这边，看到这边原本这里，三一会不会延续下去？三一，不过这边延续下去，我觉得就可能度就不高，可能性不高啊。所以二三也是有二三机会，二三的机会。3.29，29跟23，看29、23、29，两期，隔两期，可是他终于有开23了。不过三尾，所以才说三尾很重要，三尾应该会开出一只啊，一只或两只都有可能看。03、04、32、33。36我也有会纳入啊，36可以起了板路，36看一下36哦，这边你看36它是隔三期36，这也是隔三期开36，这边不是说没有了，隔三期36有也是有开啊。它是隔三期，那这边换这边，它的板路会不会隔一期？隔一期36，也是有可能啊。35、36、35，会不会就隔一开来？33也是一个周期啊，33、33，隔两期33、33，也是有啊。33啊，03、04、32、33，23我也是不会放，可是三尾牌就是给大家去参考，三尾可能就04、03、04、32、33，因为三的已经放进去耶，23、23、25、25牌。好像也不是他拖出来，26、12，隔两期23、26，隔两期没有开，所以应该也不是31、18、23的带出来的，好像就29、29也是隔两期开，隔两期也不是。35嘛，35板路，35、12、33、36、35也不是，39隔两期38隔两期36也不，它直接36隔一期36，如果是我，应该就会这样爆发03、04三尾的牌，23嘛，哪个有时候跟你跳23去？这个我是抓07，07跟10，看一下1234，07跟10嘛，三尾配三尾牌。07跟10，好，那我就这样子洗好了。今天是出估07，今天是大家就是跟说大家说04、07可能会开出其中一只，几率比较这样的形式，因为有04的话应该07就比较没有什么，不过是不是要留意三尾啦，好，三尾，好，这个10我们一样是出10。OK， 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好，那其中都以注重三尾为主，有可能会开23，那我就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六只给大家做参考。那不过以三尾为主要，因为有可能13或23都要涵盖进于三尾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边。那喜欢的话帮我按赞，不喜欢帮我按不喜欢。喜欢的话，记得要帮我按订阅哦，并要分享，谢谢大家，祝大家都可以中奖哦，拜拜。